Hello 咁多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系天神。我哋今集咧就大家一直咧喺度叫我去拍嘅40订阅 Q&A， 我谂大家应该都好想我快啲去答你哋嘅问题啦。我哋而家咧就即刻去到第一题先。咁样咧，第一题咧就喺我哋嘅很多新东西嘅片。咁就係啦，咁就有第一條問題就係、哭哭的流浪商人小黑點解冇介紹我啊？咁就因為我之前喺 Forbes 嗰段片咧已經去介紹咗佢噶啦。Yip Channel 第二條就係 Yip Channel 片尾點整？哎呀，片尾點整咧？就係、我哋係用 Intro Maker 嘅，只不過。你想怎用都得嘅，你想怎用都得嘅，系啦。咁就系啦，你可以用 Intro Maker 啦，佢帮我答咗，虽然我话 thanks 咁样嘅。然之后我哋去到第三条问题，第三条问题咧就系樱花冰雪嘅问题，佢就话我想问你信唔信我 ？OK， 我如果俾我答嘅话，我会咁样答你嘅。我想问你信唔信我？等阵先，我想问你，你信唔信我？佢漏咗个逗号啦。我想问你，你信唔信我 ？OK， 咁大家可以去睇下佢嘅 channel 啦。只不过信定唔信咧，我已经答咗佢噶啦。咁就系啦，应该知道噶啦。咁就跟住 Yip channel 啦，就系快啲叫我做40订阅 Q&A， 就系而家做紧啦。第五题咧就系互订 ，OK， 互订系啦，互订我系冇问题嘅，互订嘅话吓，互订咧就系、但系咧唔系你嘅朋友一定会同你互订咯，唔系一定噶，只不过大机会啦，我只可以讲，咁就我只系会睇咗你嘅 channel 系点样嘅先至会答 OK 嘅。OK， 咁就互定系 OK 啦，我而家答咗。然之后咧就系、第七条问题。OK， 第六条问题咧就系、喺我哋嘅 MTRFYHK 第三集爆细将军老站嗰段片，就我梗唔会揿自己 like 啦，有少啫，我真系好想揿，但系多少啫，就是在这一段片里讲的嘢，他就是哭哭的流浪商人小黑，他就说你住在将军澳区吗？我就答他不是，不是的，即是系啦，我不是你问我住在咩区都得，例如屯门啊、上水啊、大埔啊、沙田啊。跟住元朗啊，港島西區、港島東區啊、西貢啊，我都唔會答你。我只係一個係離我哋區遠，我先會答你。所以話咧，我離將軍澳比較少少遠，少少嘅啫，少少啊，少少嘅啫。可能搭車好快嘅就，即係搭地鐵嘅話好快到，只不過。讲啦，然之后第二几条 ，OK， 咁第七条问题就系、哭哭的流浪商人小黑 ，Can we zoom to get you to see my world？ 你自己再约同我约时间啱唔啱？如果你有睇呢一个首播或者呢段片嘅话 ，OK 啦，呢一度就系我嘅嘢，咁呢啲其实行过嘅。如果大家想入我嘅 Zoom 嘅话都可以嘅，只不过你要我批准先得嘅啫。点解我又咁错掣？系啦，大家一定要等我批准到。如果你想入我 Zoom 嘅话，你可以同我讲啦，喺大家楼区嗰度。但系必须都系有一个规则。就是你要我批准之餘呢，你一定入我批准咗你入我個 Zoom 啦，但係你都一定必定要講返你 YouTube 嗰個名字出嚟，
俾我知道。OK， 跟住咧就去到第八題。第八題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嘅 Can I add your WhatsApp？ 當然不行了。跟住咧呢一、這個其實大家我諗唔使理嘅。咁就佢係話明天 Zoom 啦 ，OK 嘅，即係已經過咗嘅事嚟噶。咁就我哋今集咧。大家會見到嚇咁少嘅啫，點解得九題嘅？我唔係我之前都問咗一啲問題，點解而家冇喺度嘅？我仲之前問咗可能比較重要嘅問題喎、哦。嗱，下一個，因為問題我唔想段片太長 ，OK？ 我唔想段片太長，咁所以我點咧？我就唔。俾即我就等45訂閱嘅時候咧，我再拍噶啦，我再就會45訂閱嘅時候，我會拍 part two 嘅 Q&A 嘅。咁我哋未完片住，我哋仲要介紹 channel 啦。OK， 3、2、1，介係啦，就係、是、Boogie Kanky 嘅 channel 啦。就係啦，咁、佢就都係啱啱先開頻道嘅啫，就。大家可以去支持他同埋訂閱佢 ，like 佢啲片。咁我哋今集未應該去到呢一度住，我將我所有要介紹嘅頻道而家再介紹多一次先。噔噔噔噔噔。OK， 第二個要介紹嘅 channel 就係 Eat Channel。OK， 第三個 Hot Dylan 雙人小黑，第四就係櫻花冰雪豆。系啦，第五咩？等阵先啦，我唔知仲有冇。第五个 channel 咧就系 Bosco Liu， 我哋呢一集嚟到呢一度啦。咁大家记住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亦都要 share 一个频道俾人，亦都叫人哋 subscribe 我啦。我哋下一集同大家再见啦，拜拜。